可以看到一期现在慢慢的推进哦。不过这时候 UMS 集体涌了出来，但是他们在枪支的劣势哦，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。反正是 UMX 现在靠着手枪先打下了两个一期的队员，所以现在虽然说人数只有3比1，不过他们只靠着手枪就先把对方打掉两把枪哦。好，现在 UMX 只剩下最后一个 R 叉。啊，奶粉在 CDM 抓到了慢慢爬出来的 R 叉。